着实是雷到我了。那倒不必了。怎么会雷到你呢？因为就是很雷人。完了，这么大一块怎么办？怎么了？放进去啊。怎么放？睡着啊。有点搞笑，略微搞笑。干什么了？我试一下，你看，你看。嗯，不能再放上去了，你咬了又放回去，你的口水，小心唾液那个什么新冠那个。哦、好了，可以了。我们今天陪小贝去龙湖买水杯，你们猜他买了什么？ Hello， 晚上好。这些娃娃哦，这个礼物居然还在。以后我知道。谢谢账号与朱萧送的一个萝卜风车。白天如果没有西瓜吃，我就不播播了。让我补一个口红。这个夏天跟西瓜波波很配呢。哎，你们都能猜到，我让西西猜猜也是。谢谢 Yuki 唱送的一个珍珠贝。那什么？都在耶，这些礼物。我知道是你问的方式不对。因为你这样问，就说明小贝肯定是出其不意的买了一个非常。但是怎么能异口同声说来？那我应该怎么？我们刚刚买了个水杯，你们猜猜买了什么？有什么区别吗？你说小贝买了一个普通的水杯，你们猜是什么款式？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款式。谢谢 Yuki 唱送的一个。我试一下，我试、哦、好像已经念过了，也谢谢你啦，送的一个珍珠贝。我买呢。谢谢斑马圆不卖糖送的二手的荧光棒。我买，他已经炫上了。我人已经恍惚了。咱就是说，他今天买，就是我就是说我刚好有奶粉，吃饱了就很冲动。我比他们都吃的多。俺们小宝疯了，小宝。奶瓶，我对奶瓶不感兴趣。这个口红是我撸的。我们今天研究薅羊毛薅的，分两种，找那个一种带吸管的，小贝薅的。他说这个颜色好丑，但是我觉得那种就不用炫，我觉得巨好看。带吸管的那种，然后他就送给我了。就是、得这么炫，就是这个场景是不是有点似曾相似？似曾相相识，似曾相识。这个吸管炫的真的不太炫，我要喝好久。带吸管的话，吸管太细了，炫的不太。谢谢孩子孝敬爸爸。嗯，不带吸管的好尬。什么？我不是。你都说了嗯呢。他买的就是带吸管。这个好牛啊！它一边是这种嗯。小宝。一边是有颜色的，一边是唇釉。嗯，我觉得他是谁？他现在陶醉在这个奶瓶的海洋里。谢谢 M Teacher 留了这个。荧光海，小贝给俺们 T 恤流畅一个快，可以，老老老，哦，没电了，带了个 G， 我的灯没电了，哈了个 G，Thank you， 我发现了，小贝就是最后一句学的最那个什么，好黑呀、啊，我好黑呀、啊，哎，灯呢？它没电了，它没电了，你插上了吗？怎么插？它后面有一个插，没有，你再按一下，它就有了，真的假的？嗯，看它是定时的哦，它不能不定时吗？嗯，我也补一下吧，我来补。小猫咪，我也来一个，我也有 BGM， 真的好喝，姐姐你要不要试一下？哎呦，谢谢万能的梦话，给你们看小猫咪，小猫咪又长大了。咱就是说。你看他现在跟我差不多大，这个都不用倒着炫，我跟你讲，不是，低俗，喝奶瓶儿。我觉得这个灯它就是没电了。我怎么炫不出来啊？嗯，你要倒着，你要倒一倒，你要倒着，倒着喝，你要倒带吸管，我要倒着，你要使劲，那就这样吧。吸它，要这么喝。为什么它看起来委屈巴巴的？可是晚上喝不到，你怎么知道？你看它现在是不是挺听话的？不看我作。不要看他现在非常委屈、非常听话的样子，调皮的时候也真的是调皮。不要被他的外表迷惑了。你要作，这个喝的也太作。如果用这么大劲儿，就喝了这一点点儿。楚玉寻孤单的蹲坐在厕所。
你的你的主别踩我，得用力。他身上特别脏，他身上这真奶瓶、啊，就是我床底放了那种。哎，那你说小宝宝便携式的那种箱子，就是、就床底，你们知道那个距离大概也就20厘米吧，然后我的箱子是17厘米的。然后他就在那个夹缝中，就在那3厘米里面夹缝中生存，就在我的箱子上走来走去。嗯，很久没有看到用爱发电了。我是炫奶瓶换了。现在他应该不可以了，因为长得太大了。什么嘬奶不是吸奶？我觉得他好有表现力啊！他一面对镜头，小贝。他一面对镜头就是委屈巴巴，对，他就是一个吗？你为什么呢？你拿出你的精神劲儿来！天哪，他睡着了，我不会，我就是这样，我就是这么天生的委屈。K 宝，委屈巴巴，嗯，生气，得用腮帮子。我其实我苹果肌，我好无辜。我知道了，快看快看，就是不是用吸的，这只非常是用苹果肌，是用肌肉是吗？心机小猫咪，我喝得来，我教你喝，这样喝。小贝喝得很啊，我也吸不出来了，为什么？比楚雨荨上镜一点，啊、楚雨荨，楚雨荨是一上镜就是我最拽，我是大哥，你是谁？你是什么东西？就是那种感觉。其实也没有干嘛了，就是也不太好意思告诉你们我在干嘛。谢谢芒果当我的梦幻海洋，谢谢歪宝。他在看我，你是让我解救你吗？啊。小楚并没有失宠，我只是那个喜新、嗯、喜新喜旧喜新也喜旧罢了。天哪！啊，他不知道自己叫小冤种，等一下，等一下，今天是有什么？等一下，楚雨荨，等一下，我有点摸不着。楚雨荨在门口当木桩子，我有点摸不着头脑。等一下，这叫什么坎肩吗？我在做梦吗？这怎么形容他？我在做梦吗？这怎么形容他呢？这楚雨荨。还是染我是醒着吗、就是、我是真的醒着吗、就是、他不理我他就回了头看我啊怎么啊看到肚子啊我多不好意思他就在那个我们那个房间门口里面的门口不是放了几箱东西吗他就站在那个箱子上面就是你因为外面好像有人在整理那个就是从这个里边就是快递然后他就在听声音好像有点不对头今天是几个人把这个隆重的日子我真的习惯就好小宝我的天哪！谢谢八一不睡觉 不感应，就是那个裤子都这样。送的柳树狗荧光棒，这个就是有点太空了。我记得啊，记得那天我吃自助餐那天，嗯、不行吧？但是感觉今天不唱了，今天我要发一首歌，发那天录的歌。为什么你叫的这么凶？我现在很兴奋，我现在很激动。来换一个，我出道换一个爸爸数字，好去吧。第二把手，他每次都是叫的很不耐烦，但他又不反抗。什么？不是张璐的梦幻海洋？天哪，真的太恐怖了！我家人们，你看，我以为我有生之年不对，我以为我在团期间不会有第三个人给我送牙发电了，好吗？ Okay, 他现在是好，不愿意了，他好被我记入我的脑海里，记入我的史册。已经不是宝儿，已经不是那个什么，就哇，好漂亮！谢谢 T H E O T H E R S O S H O R E， 好吗？就是说。真的送的一个玩偶，新的手环，这个也是新出的礼物吗？在团就是有时候会送礼物，但是好像之前有收到过。有人给我送来发电，天哪，真不错，堪比皇冠了这个特效。我的手环也很耗电，我觉得它应该是通病吧。这样子我谢谢张木啊，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这样子？不可以，不可以这样子。很不错，反正就是说这个特效。这边灯光暗是因为我这边的灯它坏了，本来我开了一个那种面光灯。
我说我现在还是很激动。旁边是谁？旁边是小贝和西西。好久没有见过。请稍等一下，我去找一下我的补光灯。就是、大大的啊，特效。就是、说我就是这么跟你说吧，就是这个苹果熊猫打它就可以睡着。谢谢。就今天姐姐小会不会睡着吗？我感觉他是因为眼杂毛太长了，眼杂毛，眼杂毛太长了，所以就显得他有点冤。我刚进来的时候我在想，我说我以为在做梦，还是说口袋心中的什么画面，就是让人很激动。谢谢什么？的豆，我的手机在上面。没有吧？我看到哎。多，谢谢的。所以说今天，他是被绑架了，这个人真的很兴奋。谢谢杜小四的荧光糖。是个好日子。而且我们今天本来想抱他出去的，后来想了想，还好没抱。嗯。人没有见过这种大世面，他就是很开心。睡房服是家里出去上大学的老大，直播间看不到脚步。谢谢老师，还是能看到的。荧光棒，我们小冤种呢？家庭小冤种，冤种确实是没有找到，让他给你过来，给你抱一个，谢谢。来，冤种快来。别你想了，没有要装作今天每天赚奶粉钱，都没有怎么见过。给他妈赚奶粉钱，就是说人家想多见见，原来发电。哇、wow, 有了有了，自然取光，朋友们，我用镜子反光反。确实是轮流演了，本来以为他轮流回去，现在轮回去了。稍微好一丢丢了吧？洛克吗？谢谢他。有的。谢谢你，因为有你，冤种更美丽。等一下，还有另外一个。穿了。哪里是长裤了？就到这儿，哎，完了完了。咱就说就到这儿啊，就到这儿。对，不能再短了。我的热裤我已经就是说，不是今年看了很多裤子，就是今年最热，不能再热了。圆圆，就是说再热就有点给我们不太好了。嗯，可是这样就挡了。我真的很想再买两条热裤。其实这个裤子真的有点，圆种渐渐的有点我的猫不对头。但我喜欢。等我一下。就是我今天站在那儿看到我自己脚的时候，我发现有点真的有点不对头。我可以把这个打过来一点吗，姐姐？这样、可以啊。热裤扔掉。它是一个。好像两边脸不太一样。背带裤。谢谢。背带宝裤。我知道了，是我的镜子，是我的镜子太黑了。啊、哦，有人点歌了。慢慢擦一擦。谢谢你，你的去看演歌单，我每次说截图都没截。对啊。哦，原来我的歌单只剩一首歌了哈。不在那个。耶。原种在这，我怎么感觉？确实，我们洛克已经销声匿迹了。对。什么时候把洛克带过来玩吧？原种走，走吧。用来发电点歌了哦，好，那我懂了，好 ，S E S。谢谢，挥发回。LOL 的一个可以满足咱们的，等一下，用来发电点了，是严重的慢慢好。礼物让我有点受宠若惊啊，家人们，就是说啊，就是一个啊，就是一个很不淡定啊，就是很久以来没有上直播间，我可送了礼物。人家也激动。哎，就这样了吧，大概了，只能这样了。上次录的，今天就能发出来。今天是你们有什么？但是你们后面的档期好像还挺想对我表达什么爱意吗？突然这么的，挺满的，哎，就是说。没有欢心的直播灯，因为疫情，所以买了还没有到。真的吗？我这是表达开心。暂时没有。我只能说一切。等一下。因为是这样子的，我早上，我昨天跟社长说的时候，我把事情说得很严重。没有到。社长跟我说话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事情还蛮严重的，因为他说好多就是为什么要他说。啊，丢个东西你到底要发到网上去了。哦，可以可以。嗯，你这样我也有其实。我说对呀，因为我的脸一刻都不能离开这个位置。你看我换一个地方，换一个地方就没有光了，只有在这儿。你们今天非常的爱我，对，这样感觉挺严重的，受宠若惊，所以今天就很那什么。而且有的快递他根本不发上海，我不知道为什么，就
不知道原因。为什么没有那种？谢谢没有原因。其实蛮乱的，我们这儿快递。但是我今天还跟壮聊一下。然后我今天晚上做梦都笑起来，就是笑的。壮快递柜真的不现实。我跟你们说，因为快递会不会塞嘛？就是一会儿下回去跟别人讲我收到了快递。然后呢，我说今天说在快递室装一个快递，结果发现了，你这快递室装一个还不行，得装。没有死角，而且它那个棚，它那个棚我也研究了，上面那个棚都掉没了，根本装不好装。就是那个棚，就是那个板子。我今天去拍了，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一些视频，但是我跟社长说了，社长说不现实，但是我觉得我以后应该也不会。但是他们说会。然后呢，我发现我是用手机拍的。就是发现，就是手机其实根本拍不出来，就对光的要求太高了。提示说到了快递以后要快点拿走，然后拿错东西。我出门的时候感觉太阳都快落山了，就是说有点困难，还就脸还没有我现在亮。到了之后大家把快递拿走，就是拍摄条件非常的艰苦。以前是有的，最早最早。然后就在昨天我写那个脚本写到了半夜，就是连拍摄的角度都每一个都写出来了。嗯，不过今天我拍搞的不是那个单人的证件，搞的是那个双人的 PV， 因为这个事情就是怎么说呢？没办法确定他拆没拆过，太突然了，就是因为异地没办法参加舞台，所以就要用视频来参加。就是说他我们又不可能用那个 vlog vlog 来不能确定是不是来发，谢谢月姐，就觉得太敷衍了，只能说很就是结局已经算我想象里边最好的了，所以我就不追究了。然后也没有相机，因为我因为就是那个相机就是我的相机只能拍照不能拍视频，我不会说。然后因为考虑到剪辑问题，就想的是两个人手机差不多就用手机。而且本来就是一两天的事情，然后做了也很正常。然后你说了这个事情，可能是因为当时太生气了，所以就很冲动。但我觉得还回去就可以。所以就是今天还没拍完，明天还在拍，就是拍了之后还得明天剪出来。你知道吗？因为我是那样子的，就最近就是工作量特别大，你知道吗？要做的事情挺多的。打这个快递，一行一行拿下来，然后又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对回去，又放回去了。别人跟我说在快递的角落里边再找找，我一听到，哎，我就很多。谢谢这个啊，不太钟轩华的这个过山车，确实 ，Vivi 确实，而且你想一下，最近在很辛苦的准备他的生日公演，就是说他也没有太多时间去拍这个视频。前一天的叔叔到第二天晚上，就是昨天晚上他才当班。对，是昨天晚上才当班，然后我又让那个叔叔来了之后，我们俩又去找的，然后还有包括阿姨。我错了，我以后翻这么、每周至少直播一次，这么小，我要是不确定的东西，我会往口袋房间放。又要到夏天了，是的呢，我最喜欢的夏天。但是呢，因为我怕。我以前没有觉得我喜欢夏天，就是大概是从大学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夏天就是虽然很热很闷，但至少它不冷，因为我真的很害怕冷。这个东西可能是有遗传吧，我家里面像我爸爸他就是特别怕冷。看看你有多关心我，就是说大概率是找不到，我就回来就人就撑不住了，已经确实。放心，对对对，也就很没关系，就是不要冷。我是比较冷的，像现在每天开空调，说实话开了我也头疼。这个东西我不就是会很，开久了又冷，关了吧又热，就是蛮难过的。我是就只有在被窝里，被窝里是最爽的。不要在微选上跟我那什么。那我说的肯定是电台，不会报警的，因为。我觉得警察解决，我今天很丑，我都不敢能说，不能说那个什么，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可以解决这个事情。猫里猫里猫里，就是因为监控，也就是室内全空调，包括警察来，那也挺好。他也就是查这样，毕竟某是没办法，毕竟有的人都你抓不到当事人。但如果一年四季都热的话，那我还是不行，还是得有冬天协调一下这个和夏天的那种层次。对啊。
只要社长愿意帮你，流程都是一样。好的，好的，这边咱也最舒适的季节其实是春天吧，我觉得。就是说警察叔叔他太忙了，他会坐在那儿看你8个小时的监控吗？实不相瞒，今天看监控，因为春天你又可以，其实是可以穿短袖的。监控它是没有那小绿点的，就是呢楼上。然后外面套一件薄薄的，是有你走薄薄的衣服也不会晒黑，那就是多好。一行一个小时没人路过，就那一下子路过了，那是有个绿点的，你就点进去看那绿点就行了。啊，完了就查那个监控，它是巨瘦。哦，谢谢那个小杨的彩虹，它是你需要从头看到尾的。有呢，我没有看8个小时监控。对了，就是刚才就是那个我才发现，就是那个就是说刚才我不是在那个商场门口吗，我觉得已经是大海捞针了，然后怎么不可能，而且正好他们那个拿快递的人真的很多，姐姐给我冲个奶粉，感谢。所以商场门口然后等他们嘛，然后有个小姐姐过来就是找我要衣服的链接，就说我把衣服穿得很好看，问我可不可以推荐给他。我说啊，我说可以呀、啊。然后我说，他说啊，其实我是，他说其实我是那个搞那个什么直播类什么什么东西的。然后我就知道他要说什么了。说啊，不要老是你，要是你会变胖的。他想让我直播。然后我心里想，那可不行，我等会儿回去我还要在口袋四八里直播呢，我也不能去其他平台直播呀。完了，这里斜着宠，这里斜着直播。今天做题了，妈的珍珠贝，怎么珍珠贝？然后我就打开我的某宝，找到我的店铺链接，还有那个截了个图给他，然后他拍了一张。我长大了不。然后说，说我很。就是说今天。说就是一顿乱夸，因为其实我是戴着口罩的，就露了两只眼睛。就出门其实是要戴口罩。但是我不爱喝水啊，就是太多地方太局限了，因为一个月喝不到几次水。我今天拍的不是、那个、没有没有，主要不是也不是怕叶总，因为他只是一个小姐姐而已，哪怕我加了之后我不跟他产生工作上的交流也好，但是我觉得万一他是个粉丝怎么办。对，就是证件上次只录了一半，还有想的可多了，万一他是个粉丝怎么办。真的，因为你说不清楚有些事情，我在他们房间，所以我就平时我走在街上什么的也不会加别人的微信，而且就蛮奇怪的。天哪！后面他说好吧，那好吧，那谢谢你。其实我就是那个看你很漂亮，想要个微信。我当时心里面想，我说想要微信，我说难道你喜欢我这款？我心里面是这样想的。结果他说，他是想找主播来着，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吧。我已经就感觉像那种在牢里吃了一百年。然后他说啊，没关系没关系。然后他说，那你把这个店铺推给我吧。我说好的。然后就把截图给他，他就拍了一下。然后他非要送我一张面膜。然后我刚才在车上的时候，我们刚才坐那个，其实我吃了蛮多的，但是我发现了，就是油分都特别大。蹦蹦车回来的，谢谢五五。我在蹦蹦车上面发现，我独尊的彩虹，这个面膜吧，本来是要去补核酸的，它这个牌子我早上起来了非常的眼熟。俺们远距离为什么眼熟呢？因为它是就在那个商场里面一楼，我就一个人坐那儿，然后我想就是一家店铺做核酸。因为每次我想起来，每次我去那个商场路过那个店铺的时候，那个店铺就会给你发一些免费的肥皂啊，这个面膜啊什么的。然后我就在想，刚好又是10点钟，我在想哦，他一边搞直播，然后并且他兼职了一楼商场这家店铺的工作人员，一下就大白了。我就说为什么他要送我面膜，我也没有仔细看，我本来不想要的，但他非要塞给我。我说那好吧。我
其实早上醒来很孤独，但是我礼尚往来嘛。每天早上都我就六七点就醒了，一直清醒到十二点。害怕。然后别人都睡觉的时候，然后就觉得瞬间。我每次到十一点就。他瞬间，他非常聪明，他瞬间还给我安利了一下这个面膜，万一好用的话，下次我估计还会去买。说话很费很小，是不是？然后走的时候，他连夸带拜拜的，就是那种笑得非常开心，非常灿烂。我们离得太近。没染啊，还是棕色。谢谢 the M of M 送了一个荧光棒，两个荧光棒。我可以离什么？我可以离远。然后我在想，要不等会试一试吧，这个面膜。离他们远一点，吓死我了。我还要穿裤子，我只是想感叹一下。女生的钱真好赚，突然觉得。谁吃谁吃，吃什么？我吃我吃。我买了整整一箱呢。就是我发现我有一个 bug， 就是我喜欢囤东西。就是说疫情导致我囤了，现在楼下也差不多有好多箱零食呢，就吃不完了，我感觉。仓鼠是不是？这个真的很好吃，但是。实不相瞒，一解封之后，我觉得它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好吃了。而且一解封之后，我可能不会播很久吧，因为想早点睡觉。还有那么多箱呢，我怎么办呢？明天状态好一点起来。因为那天吃了，我发现我现在才是脸最好的状态。突然，就是下午刚起床的时候，人都是肿的，非常肿。我实在是不太行了，我就起来做了个 keep。做了 keep 运动，然后呢，我就想的是，就怎么说呢，在寝室里面运动真的很容易缺氧。它太好吃了，就导致我看现在看到我的玉米很嫌弃，虽然我早上也吃了两个，结果脸也没有消肿，人虚脱了。我找到了我们 KTPI 的另一个世界平行时空存在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这个抖音上刷到过陈伟霆和钟楚曦，这简直就是我们的日常了。算了，你们别去看了，你们别去看了。别介啊！我把那个搬给你，流动小黄旗搬给你。那没有。但是比他们好，开学回有点过分了，回学校岂不是很好？没有搞这些，不用搞这些。所以有人好奇我这个日常是什么？谁找我要签名了？没有人找我要签名。什么？不是成年人，就是说以后少说。我还是有那种。对，那怎么说呢，所以明天偶像觉悟吗？这个名是不能随意签的，就是说戒指吗？你妈在干嘛？其实我觉得最害怕的是就是有亲戚找你要签名的，我就觉得就是蛮好笑的，大家就是乡里乡亲的每天都见，你找我要签名，我觉得就怪怪的。是这个我本来觉得我头发颜色挺好看的，因为我每次都有人夸我。我谁会找我要签名？可以呀。要去补的，后面会。真有，就是亲戚找我要签名。还要让我签了，给大家寄回去。确实没有什么好玩的吗？我有啊，我今天就遇到了很多好玩的事情。看我的发际线。算了，亲戚没有说要找我合影，亲戚说你学跳舞的来给我们跳一个。我今天下午出去玩的时候，我跟但是你们没看，我今天把从这儿到这儿的毛，还有这里的毛都刮没了。我每次都拒绝了，现在他们也不问我了。这里都长毛了，好尴尬呀！他立马汪汪两声，真的很好笑。就是，我觉得我要继续喷下去，我就是个野人了，你知道吗？刮了呀！等我毕业了，我给他们办一场。我长毛了，我怎么化妆了？就是说，要正式的场合，我觉得可以表演。我这都长毛了，就下次拍给你们看一下。就是如果好，我想起来那个超越妹妹，就非常的接地气，她真的回家会给亲戚跳舞。
小冤种在哪里？没看到耶，这里真的长了。它，我发现它是激素，不是说你涂在碰在这儿它就这儿长，它喷在这儿你这儿啊。可能由于就是从小学那个艺术的关系吧，就大家都没有这个传统，大家艺校生都是非常拒绝的，就说就是到后面变成了一个段子，就说劈腿两百，然后什么下腰500，什么那个什么跳舞什么随机舞蹈多少多少，就是发红包，就说艺术不是艺术是无价的，但是呢就是说要给他一个表演的理由，而不是当成大家那种娱乐的让大家娱乐的项目。笑死我了，就是我会长成这样。哎，那挺显露的，叫小冤种。这个时候可以见外，不止我折磨克制，我要克制什么？我怎么听不懂？我怎么看不懂？我有点看不懂了。羡慕呀！那种感觉好。那天我们在群里边讨论，我姐不会是有一个人跟我异曲同工的，他就说这个青鱼小东西，别人都想去世界的各个地方，只有他说了一句我想去。Hello， 晚上好。我晕了，不会是小贝的那个单推粉吧？怕我把小贝抢走了。谁呀、啊？你有没有？不知道。我居然有粉丝在，大家都是我的粉丝，大家都是想去迪士尼呀、啊，想去龙华寺，龙华寺都已经算那个什么的了。几天做一次核酸，上海人民告诉你，隔一天做一次，今天做完后天做，对，这样你每天才能续上。不是、啊，我已经。从进团之前就开始，进团之前中间就第一年去了，就四年去过一次，之后后面就没有去过了。之前看了张网图说以后的日子就是做核酸，结果现在就是发生了，估计再过几个月就变成了，就是一周做一次或者是四天五天做一次这样。今年的愿望还没有许，去年好推荐的口红，看想买什么，首先是买什么样子价位的，然后再看想买什么样什么气质的小姐姐。带老刘去过，老刘去过。我今天收了好多礼物，好开心哦！谢谢什么。我第一年带的是庆姐，就带着庆姐一个人住了哥哥那个部队的家庭院。第二年是百个和蕊蕊带他俩去的。第三年带的百个和 Kona。不过就是最贵的口红也不过两三百块，就是最多三个人，就不能也还好。春葡萄山宣传大使，那确实这些人认识我之前从来没有去过葡萄山。花西子说实话确实挺好用，但是花西子的口红很少，其实还不如买一支两三百块。为什么连龙华寺都是？因为它用的很快。我之前也没有去过龙华寺。珍珠贝，现在珍珠贝，为什么它有点 emo 呢？我跟你讲，为什么就是小冤种呢？是因为它的小眼睛就很 emo， 就是去过呀，觉得那能没去过吗？就是说，你看什么？我去过。眼睛就是、当然去过。那在我身边的人，那谁都没去过呢？等一下，我想想，我今年没有去，对，今年还没去呢。你看，大家现在都是这种意识了。从我开始就去过一年之后，每年都要去。下一个就是小贝了。朋友们，我想起个问题：普陀山为什么？普陀山在哪儿来着？舟山。哦，对。冰淇淋，谢谢你的冰淇淋，谢谢你的。终于看到白金。我跟白就是今年得去那个普陀山还愿。他们都说小冤种工作。你觉得龙华寺灵吗？我去龙华寺，谢谢 SPARK262送的一个荧光棒。比如说，去年是我也没去过，就是去年还是前年第一次去，所以我就买了。哪里不委托？但是我们太远了，真的，而且还花费很多，你懂吗？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有一样的。等我去完今年和明年，我就不去了。但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哇，好痛，就是他夹到汗毛了。我当时就戴了两天，我就觉得算了，不戴了，就把它拿下来了。
因为也不能过太久吧，因为我是去年，这个时候也没有在，大概是去年上半年去的，这都已经快下半年了。我看摩过程，我看摩到也还好，没有那么长，就给你们看看，没有那么长。咱就是说也没有那么长，不灵也再也不信。是这样的，因为我听姐姐说，可能是因为你跟那个地方的磁场可能不是很合，你可以换一个试试，就是说可能那一个对你来说不是很不是很那个，不是很满意吧。觉得你怎么就是说太一来一回，岂止一来一回要两天呢，就是你今天去了之后你就不能上去了，因为必须得早上上山，12点以前。老刘去过吧？去普陀山是什么？所以必须得提前一晚上去。老刘去过普陀山没有？我记得之前你们好像去过一次，我没有去，完全忘记了，没去过。我好像还不是和你们一起去的。对，你是跟瑞瑞一起去。对头。小包。对，还要坐船。我都忘记那个流程了，就是说。普陀山。普陀山是干。哎，叉妹去过吗？叉妹去过的。这个愿望不能说出来。而且其实就是就拜了一，就是去感受一下。那种佛院的森严感，大家都说那种什么心诚则灵，就是说去诚心的拜访了一下，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愿望。我去过吗？我应该去过吧。因为我觉得最终这个你这个愿望，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你许的这个愿望其实是对自己的一些目标吧，我觉得是，就是让你心中有那个执念，有那个执念在，你才会朝这方面发展。对，也不是说你许了愿你就会一定会成功。什么时候去呀？而是你许了愿之后，你要往正向的方向走，要朝它走，你才会实现。我们组团，谢谢。你是组团去普陀山吗？得呀，走。五台山在哪儿啊？但只带三个人呢，特别烦。那你以前有看过我？而且我觉得不能太贪心，因为贪心的话，其实我觉得人就是贪心了之后就会不一样。中考了是不是？五台山在山下，对，许愿是不能说的。今天特别实不相瞒，我在普陀山，这是你和，这相当于是自己对自己的一种承诺许诺吧。就是新鲜，新鲜是真的新鲜。俺也不知道，就是说到底有多么的灵或者不灵，我觉得是。你心诚了，就说明你确实有那方面的想法，所以你会努力的朝他。初中文凭的好吗？朝他努力。小圆筒的肚子真的是肉肉的好看。百子今年不去了，因为百子去年去的时候说。然后好像是去年许了愿，今年还愿，还完愿第三年要去，就只是去那个一下，拜访一下，对。所以就是去，你许一个愿要去三年。估计他今年不会去。但是他的愿望应该算是。姐姐愿望是不是不能说出来，对吧？实现了可以说出来，不实现就，难道不是还完愿之后才能？还完愿之后可以说。对，明天早上回去。就还完愿才能说。上海不睡觉都11:29了，小孩子不睡觉长不高的。这个东西很玄学。明天早上可是我带了蕊蕊和被老师骂的作业写完了吗？小朋友。他们愿望都实现了，也带了庆姐，但是庆姐为什么没实现呢？因为庆姐穿了小裙子。就是说人大师说不能穿裙子，然后俺们陪庆姐去买裤子，就是说一整个周山也没买着一条裤子。就那样结束了，太可怕了。庆姐还是穿着裙子去的，然后大师说穿裙子没用，大师说非礼勿视。我说不是，但是我刚刚说的是我记得，普陀山那边卖东西很坑，就是你买一瓶水要30-40块，太贵了。完了，我的翻牌时间也到了，感觉有这种说法。
思啊，我没有想熬夜。你好，晚上好。啊我但是对比不是你还会，而且一看就是一看就是想赚钱的那种商家，根本就不是僧侣啊什么的。因为庆姐她没裤子，她真的没有裤子。我这个我记得她之前是穿裤子还是来都是卖给游客的，就是上舞蹈课的时候。然后是这样的，你有时候会给一些香火钱，你给香火钱只能给现金，现金的话一般是给硬币。然后你没有的话，你就得去支付宝，支付宝或者是微信去买点东西，然后换点钱这样子。有的是你买了东西，人家也不给你换。我第一年其实，他们就是靠换这个硬币、换纸币，然后卖了很多东西。有的店铺就是这样。所以下一次如果去的话，我会带上我的存钱罐。我存钱罐里面好多，可多可多了硬币。我跟庆姐拍了两张酒的照片，然后人家以为庆姐在外边干啥了，你知道吧？就是说，中国旅游我觉得是。全世界最坑人的，就是庆姐在外边干啥？就是有些商家真的坑，人真的很无语，人不秀，人不晒照片，就是怎么做呢？哎呀，给你感觉他不行了。我当时看到我，你到我这儿来，等我一下，到爷爷这儿来。为什么确实是那确实有点，因为我是你爸爸，也就我俩。为什么是爷爷？因为你是我儿子。我穿的鞋子一般都偏中性啊。你看我一抱到他就不叫了，因为直接当瓜了，我怎么还行？是很久没有跟亲戚我做好了。不对呀、啊，对呀、啊，我当了瓜怎么还行？这个猫它很好笑，就是它很不开心的时候，然后你就撸它，它就会一下子就开始享受。那谁会把看看看发房间？真的是，我是38.5的脚。一下子就开始享受。不要笑话我的脚大，这真的是脚大站得稳。姐姐，你猜我多大的脚？那我拿38，看起来像37.5，37.5。我看看哦，我想起来了，你说过。你说。36。对，我35、36的脚，我脚超小。真的吗？脚很小。哦，不，也不是35、36，差不多，37是大米。而且我们队的鞋码。他好开心呀、啊。就是说。他真的好软，他比一般的猫要软很多。赵月的鞋。你把它提起来，它就是一个猫条，就非常有坠感。楚雨荨，我觉得已经很软了，它比楚雨荨还要软。有可能是因为它缺钙吧。那小包的脚也比我小一点，小包应该是38的脚。真的很小的脚，我的脚。咱们个子高，个子高，但是结束了。个子高，你好，跟脚你好，先生，按摩结束了。因为姐姐就是个子高，但是她早了、啊。我不是小肉体，你是不是？你怎么葛优瘫了？我眼睛很大，我没有开大眼，像是。我不要34.5吧，我要35的脚就行了，36也行。我那什么，就是我的手虽然很肥很壮。我的脚、啊、是有脚踝，看到的表情。我多大？34的。就是按道理说有脚踝的。差不多，34.5，35.5。差不多大。34.5可以买童鞋。等一下，我调一下。真的。看他。36刚刚好。但是很怪，我穿高跟鞋就可以买到37、36、35就穿过。是谁在在跟别人说我 solo 的时候？陈茂性格好好。solo 的时候腿粗。哦，他不经夸的。就是上公演，然后就他皮的时候真的是想打死他。我在想象不到我穿高跟鞋的。他只是他这叫镜头感，他只要一上镜就很委屈。我在3楼，我在姐姐不知道我昨天买的头饰，对，然后现在戴在头上，对不对，小冤种。就是有一种味儿，就说不上来某一种。现在就是个乖宝宝，给他们看了。等一会儿你就变成是，就变成小魔王了，你就开始捣蛋了。两个字泥塑我，但是就是说戴上去就是这种感觉。那我没办法。还有小猫，就是它精力特别旺盛，你把它抱在怀里，它突然一下睡着了。我以后要上你怎么摸它、戳它，它都不醒，它就睡得特别严实。谢谢大家回我。就是除去这两个字，你用哪个词形容都不时不时就蹦迪，而且他不知道自己累了，没精髓了，就他已经累得不行了，动不了了，就属于那种电池一下被抠掉了，一下前一秒还在一惊一乍，后面就我就梗住了。
怎么会这么委屈啊？我感觉你困死了。那天那个古装真没机会看。我感觉你困死了，你怎么了？真的没机会看了。咱就是说，400多块，然后完了我还是顺丰给他就是运过来的，然后又给他寄回去了。我真的很气人，这个商家。我现在整个房间还都是，因为小宝他们在，就是遍地都是那个不灵不灵的碎片，那个退了，那个就是说拆开。他潦草是因为他很久没梳过毛了，很扎手。可能没睡醒吧。我要穿在身上。刚才我们一回来门一开，他就冲出去了，人真的很生气，就完全一溜烟找都找不到。所以我当天只拍了一半。其实说实话，我都不知道他是。咱就是说，咱这个时候就感觉公司的衣服卖1000块钱，我都觉得很值得。要不他在华语直播，就是公司的衣服再扎人，我就觉得你就是说你不信。我记得去年那个外套，大红色外套，就是一直在扎头。不想凑热闹。干嘛？突然大驾光临。我就一直在那说，然后后面是。你就不怕被他粉丝冲吗？你敢说让卢鑫一做，我做他不服。那点小魔小蹭能算啥？真的，他有点怕我，就是我们那个，因为他是蕾丝的包边，然后他转进去之后，因为我不让他们俩上床，我不让楚雨荨上床，也不让他上床。你们不要闹，谢谢。怎么了嘛？是吗？我帮你们去翻我的单菜。嗯，那我没有被我爸 PUA 了，因为你比如说我找快递的时候，我觉得我在三楼啊，我在三楼，我在三楼的太好了，你要来吗？没有人可以，就是我不管。像一般养猫的人，他摸狗的时候都无从下手。就是因为一般撸猫的话会撸下巴，然后撸狗的人一般就是会就是摸头呀、摸背呀、摸爪子呀这样子，但一般就是摸猫猫的时候就是会摸下巴。你来呀，来吧，不行，我觉得好难呀。我给你连个麦怎么样？我们会有回声吗？你都不知道小宝在这个张希的直播间多搞笑。俺们房间是多少来着？你房间几？三二二吗？嗯，三二二。连麦。三二二吗？你们不要闹啊！有回音吗？不要闹啊！知道。关静音就没事。我真的是被吓死了，我都马上给我下直播了。怎么关啊？不知道，把声音。怎么了？真好。猫咪都吓到了。关掉吧。好的，再见。只有你。哇，为什么会这样啊？为什么？你们不会也听到滋滋滋的声音吗？对啊，他们肯定能听到。哦，我觉得我的耳朵快炸了，快炸了！为什么？那我把声音开开。我被吓死了，下播了。好了，宝贝，戴着耳机就了个还给你。啊，给我，还给我。好，到他了。啊、我们是轮流撸毛，他的毛都已经不顺了，都已经打结了，都开始。好惨。哎呀，你们不要这么的，你们这种就是太火了。因为说实话，小猫咪它的生长期就这么一段时间，等它再长大一点，它就不会再长长，不会再长大了。跟你说，我们它就永远这么大。你眼睛怎么了？没有。现在是它就是生长的最快的时候。你眼睛？我眼睁睁的看到它从这么小一坨变成了这么大一坨，他眼睛里没光了。你看他的脚，这个让我想起了一个采访，救命！他是奥特曼的吗？他眼睛里还有光，是一个大尴尬。我马上下播了。我也是，我就是有事儿。什么有事儿？什么事儿？朋友们，我要下播了。你也要下播了？对啊，我也要下播了。我们都下播了。姐姐呢？姐姐你要下播吗？我要敷面膜去了。姐姐你要下播吗？我们三个要一起下播不要给我敷面膜，谢谢你。我们这是给小冤种一个温暖的家，温暖的家。
谢谢香辣破门头送的一个蹦迪。直播敷面膜，想太多了。咱们就是说啊，这个啊，送礼物得可以那个脑补一下，就是露着那个一二三四五个孔的，哎呦，五个孔的面膜。吓到你了 ，sorry。里面镶了那个眼睛珠子、鼻孔，还有牙，一排牙。哦，对不起，对不起，你们到我直播间是修罗场吗？你们这些人。谢谢春春啊，谢谢秋秋的冰淇淋，哈哈，谢谢你的冰淇淋，哈哈。谢谢世川，完了，我这个普通话越来越倒转了。你们俩兄弟一起。谢谢世川送的。两个荧光棒，还有账号一株香送的一个珍珠贝。上来翻牌。好。好了，我要下播了，朋友。啊，都下了，那我要下。嗯、谢谢香辣破门头送的一个荧光棒。我哪也是谋生干大事，你就是。我有什么事是你不知道？你奶炫完了没？拜拜。快炫完了，我马上炫给你看。干嘛非让我别下？我在播。什么？我读错字了。我没有看到那一篇弹幕。我现在去科科那儿了，不在我这儿。拜拜。来了，读错了，下一次再读。过了吧，宝贝。哦，哦，好的，原来是这样。我跟你说哈。好吧，下一次，下次我就读对了。就是说，下次送礼物的时候，不能因为是，拜拜。别的事情送，就是